嗯，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。以前有好多的粉丝没有过来，以前有好多的粉丝都不知道我在虎牙开直播了，这是真的。刷喇叭没有用啊，按 F9 或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游戏。哇，来水，你在虎牙找到了我，还行吧。哎，你们感觉我有没有变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？和以前有什么变化没有？我是战队队长吗？是啊。我是战队队长，冒着戏法的战队队长。更污了。依旧很装逼。哎呀，到虎牙这边必须要变活泼的，虎牙这边必须要变活泼的，不变活泼怎么办？不变活泼的话，就没人看直播了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有毛病吗，各位？变丑了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我感觉依旧很犀利啊！哇，这大口还喷涂，真不要脸！大口还喷涂，哎，这枪没打着。哥们儿是开镜的吧？什么水还站那撸？技术变菜了？没变菜。八十。没变菜。技术还是一样的。技术还是一样的。多讲点黄段子。哎呦，这几枪水。这几场水了，好了，不要在我左边特别的主播。都打八十。你们说的那些人我都不认识，你们说的那些人我不认识，知道吧？真的。我一般朋友圈都是这几个打比赛的，你们说那些人都打不了比赛啊。Ultra kill。来，你们说那些人我真不认识，真不认识。这哥们真是开镜的，我感觉。那哥们真是开镜了，那个寻找经纪人，这不是在装逼呀、啊！实话，哈比啊，认识啊，打职业的那个吧，对不对？东方丽宇啊，东方丽宇那个。没有，这有什么可？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
要刷屏啊，兄弟。叫做海一地顺，公屏上刷屏了，说你被海一地顺给虐了。海一地顺谁呢？他妈虐我呢，马上打他，操你妈！你的脸皮真他妈有一米厚。我他妈怎么都忘了，我真忘了，我他妈哪被打了？我发现我最近没被打啊，真的。在我印象当中啊，我昨天哪被打了？我昨天没打了吗？不可能啊！我被打了，我你认为我不狗他吗？真的，啊啊，对兄弟，我操！人家对面门都没出了，哎呦我的亲妈，这什么打法，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压加一个高位，真的啥建议徒弟，骂我，他骂我啥，操你妈的，他骂我啥，你摸是时候把贾老姐清理了，我操，能清理就好了，你想太多了。哎呀我你妈，老子倒数第一，大哥是什么，大哥就是那种，就大哥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屏幕上有那个框框的知道吧，还能隔着墙干你的那个，就是大哥，就是那个嘛，知道吧，就是站在这里就能看到对面的那个，然后还能隔墙干你的那个，就是大哥，知道吧？今天抽奖的，抽奖的，对，回收账号是真的。上专家也有啊，精英专家跟大师都是有的。啊，我跟主播之间都没打过，兄弟不要问了啊，我跟主播之间都没打过啊，虎牙不让我们这些主播单挑的啊，打算让单挑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打过啊，你喜欢谁谁就厉害，知道吧，啊，没有必要说哎一定要去问一个我跟谁谁厉害，一定要去争个第一，这一点必要都没有，知道吧，啊，你要是觉得你要是喜欢主播呢啊，你觉得我厉害，那我谢谢你啊，感谢你很尊重我。你觉得我很菜呢，我也谢谢你啊，感谢你给我这么高的评价啊。我哪有这么久没开直播，我就昨天没开好不好，我昨天接我小蜜的，然后我表哥来吃饭呢，然后一下喝多了，就昨天没直播好不好，喝多了一下睡了15-16个小时，我去，一觉可给我睡醒了，把我前段时间没有睡那个都睡回来了。网通
快大师给多少什么？开了枪后面才死，那说明我聘卡了呀，我延迟高啊，所以开枪才后面才会死。那天怎么走了？前天。公众号不对，不会吧？公众号对啊，手机公众号嘛，你搜一下嘛。那些微商都是微信啊，拜师两个挖掘机。第二把赢了，那是第二把赢了，跟阿志打的时候赢了，没输。刷多少挖掘机可以刷徽章？什么意思？比赛。啊，那天打到一点，心态不好，那天没控制住，那天让喷子喷死了我。那天黑粉太多了，那天我感觉有人花钱雇黑粉来干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天太多了，你不知道那天有多少啊，真的是感觉十条弹幕五条都是喷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平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黑我啊？你就感觉是有人专门花钱来干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那天我就有点没控制住情绪，你知道吧？有点心情不好被喷了。心态再好，那你天天被骂，天天被骂，那你心态也不好啊，是不是兄弟？最主要明明是有人，因为在网上有一个东西，我给你们讲一下啊，可能很多兄弟都不知道，网上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，就是说，你可以花钱去找人刷弹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刷什么很刷一些很难听的话去攻击某个人，你知道吧？有人专门干这个，所以说那天我就深知肯定有人是这样花钱来弄我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喷过我，这几个。